潘玮靖墨画一个墨镜好了。潘玮靖是谁？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这个很简单哎，鱼肉，鱼块，鱼子酱，两个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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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两个字，雨天呐！哦，好大哦！恐怖哎！这太大了，很恐怖哎！哎，阿妹吓到。边拍边哭了吧。对，淘汰一位，每一位都帮他画一画一笔。啊，坐好，来。哇！你最后，你最后，你画完没有人可以画。我会，我不会画。好可怕哦！一笔。鱼丸有。好啦 ，OK 啊。鱼丸。不然这样子，输的换上可以选位置。那你可以选，你可以选。哦，你可以挑一个你的位置。喜欢。哎 ，OK。这位置选超高，大哥这位置不太好。这位置。来，那可以看一切。大家都太中计了。来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手啊，手啊，手心，手打，手背，手脚，手脚。手机、手球、手帕、手摇、手指、另一个头、手牢、手牢的哪一个牢？牢作业啊，这个是不是没牢？没有，我以为讲手啊。你是想讲手工？手，你干嘛跟他讲？哦。手工，好累啊！手工，手做，手做。嗯，因为她男朋友跟她有出过歌，她就想要帮他。手枪，手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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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肘，哎，很好。你在干嘛？没有，因为我是手下。听一下别人的，手下，手游，手游，手游不错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手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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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有有有有，手搓有啊，有用手搓一搓啦，手搓哎。啊，有，再送我对不对？我，哇，好了，还好了，拉扯，对呀，哎，为什么？哎，你很烦呢，哎，自己对的，哎，对，你等一下完蛋了，我跟你讲，很可爱，不觉得刚刚的比较没有那么大声吗？那个爆的声音。我觉得你在闹，我觉得你在笑做效果，你要不要认真一点？哎，我很认真哎。你还跟他讲手工？因为我已经想到我下一个了，我想到手做了。不行啊，哎，又开歌了，好啊。你想不到，我很在做效果哎。没有，我认真想不到。
怎么会？没有没有，没有，这也有可能策略性讲不到。对对对。加油！啊！你不要开玩笑哎。眉饼，还有蛋饼，还有蛋饼。我拿。双手拿。好好。蛋饼。油饼。油饼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烧饼、卷饼、肉饼。哇塞！其实我知道。什么？你坐好，你坐好。你坐好。你准备好啊？煎饼。啊？什么？你说？煎饼。卷饼讲过吗？煎饼。卷饼，卷饼。卷饼。卷饼讲过，蛋饼。烧饼。卷饼。卷饼可以。卷饼可以。对，哎呦，这样子玩是不是？面饼、柿饼。哇！还有两个，我加油！想一下，你小时候吃过什么饼？菜饼、菜饼、菜饼。很爱演呢，冰块冰块，真的。冰箱，冰棍，棍，你会哪一下？冰球，哎，冰库，冰室，哎，冰室，冰室，水果冰室，冰室是可以吧？冰室，冰室，啊，你以为是那个汽车的冰室？不是，我是冰室。冰手，冰手，冰手啊，手很冰。真的吗？没错。冰手，你竟然拿那么贵？冰沙，冰沙。你好过来哦。冰手，又是冰手。我讲过了。冰手，你到底要讲几次？又冰手。冰水我讲了吗？没有。冰水我没讲，好。冰手，你讲冰手。冰影，冰人，有冰人，对，冰人，冰原，冰冰冰砖，很好。还有还有冰，冰糖。没有，他刚好冰糖。对，哎，我已经要讲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冰雕已经准备好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冰雕都准备好。这道菜好，炒菜。化莲，这哪一招啊？这一招太狠了。化莲，这道菜很厉害。你真聪明啊！这道菜，你帮潘伟俊墨画一个墨镜好了。潘伟俊。不是啊，你要绿色的。潘玮庆是谁？我讲没有一个字讲对。哎，你画完我留胡子蛮帅的，对不对？帅。我要讲冰雕，讲一个。花光。花光。花光浅啊，花光啊。花光了，花光了 ，OK。花海。花梗，花梗。没有花梗吧？花梗，梗那个梗。花洒，漂亮。还有还有还有。有啊，有花彩哦。去插花的时候发财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花钱啊！发财。
器，花器装东西的话，花器装东西的话，花艺，花艺，花果，花果。来跳，跳，跳高，跳海，你要到了，你看新来的哦，新来的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跳楼，跳绳，跳水，跳药，跳槽。哎，讲了讲，他刚刚说什么？他们讲什么？跳槽，跳岛，跳岛，跳崖，跳片，跳票，跳票，漂亮，跳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你讲叠字哎，你那么 man 的人，哎，比赛车的人讲叠字哎，哦。我要说赛车人讲叠字啊，跳绳讲过，我讲过，跳绳跳，今天晚上想一起跳跳吗？跳跳没有开着车，跳冰，不行不行，那是上一题哦，不行，跳舞，跳河，跳河。他刚讲跳机对不对 ？OK， 那应该算过关了，因为他已经顾一下资料画面。好，我跟你讲啊，因为这边已经答出来了，责任就在你身上。可是如果拿了讲完他跑走哎，你就拜拜。因为这种就讲完了，这种神经病不多哦。对。